咣一声，我的妈呀，我的车后边撞在后边墙上去了。哎，我浑身冒汗啊，懵了，哎，就当时都忘了自己在干什么。那哎呀妈，就这还嫌我脏？你说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可真够干净的了，就这还嫌我脏？那要不然你说穿哪个吧？你说穿哪一个鞋？穿哪个鞋？穿哪个鞋？这鞋不得劲儿，这个鞋，这个鞋它走路不得劲儿，这个鞋它会容易掉。这个脏，这个不脏，是不是？你看看哪个脏？这个穿，那个脏了，哎，有土有泥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个脏了？对不对？这个不脏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小闺女够讲了哈，这是你得穿什么样你就得穿什么样。白兔啊，小白兔的，你这穿了这上地里边去走路，这能得劲吗？妈，现在你才两岁，这还不到两岁半你就开始能挑了。哎呀妈，这鞋是不是有点小啊？大大啊，不小啊，穿进去了。大大，哎呀，嗯，行啊 ，OK OK 啊，行吗？啊，行吗？这家伙也是啊，好好的，那个啊，让我上这边来系安全带呀。 啊好，坐好了。啊，刚才吓我一跳哈，我往后倒的时候我就忘了看这个反光镜了，脑子里想着事情啊，就往后倒，光寻思，就往后倒就行了，不要紧。后边有石头那个挡着，有那个路基石挡着，我应该倒不了后边。咣一声，我的妈呀，我的车后边撞在后边墙上去了。我刚才我脑子里边不知道有点想什么东西，一撞听了咣一声，哎，我浑身冒汗啊，懵了，哎，就当时都忘了自己在干什么。我这样，我感觉我老了，指定能到那就得老年痴呆症了。我们这里撞哈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憋进去了，这块憋进去了，应该是憋进去了，这块啊，把这圈子撞的耳这里磨了，这也是耳，把这块撞了，这都是划痕，划痕划痕，这块进去了，哎呀，心疼死了。哎，我就是刚才一走神哈，脑子没想东西，那个石头挡着左边轱辘，右边轱辘没挡，所以我这个车就斜着往后倒着了哈。嗯，小熊熊哈，真可爱，买这边个小熊1200日元啊！你要樱桃，好，你过去拿一盒去吧。那哪个？啊，这我们去结账。啊，对啊，去先交钱啊。看一下阿里嘎多啊，看阿里嘎多，嗯，真棒。往里放，再往里怼，往里放，往里放。哎，好。嗯嗯，看看有没有车再过去哈。你看有没有车呢？哎，哎呀，这两天没来，这个地方全是草哈。妈妈想，哎，别喷着眼睛哈。哎，别喷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。我这今天啊，车让我撞的那个顶在那个墙上去了。刚刚碰见人家那个底下有一个公司的那个人过来说两句话，结果我的手机弄的支架，手机支架也倒了。倒了之后呢，把我这个手机的这个，幸亏是这个保护膜，这个钢化膜弄碎了。哎，从这里买个钢化膜，好像我记得我是花了5000日元啊，就买一个钢化膜得花好几百，好像是，钢化膜也得换。我老公说今天啊，我老公说今天可能买彩票会中奖，今天下午一定让他去买个彩票哈。今天两个事情坏了，倒了一下呢。现在基本那枪都靠啊，空洞妈妈那难得基本啊，他后来打的那。你吃面条吗？面条要不要？面条不想吃啊？啊，吃那个呀，啊，吃这个。爸爸叫爸爸吃饭，你说爸爸狗汉。爸爸。
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随便每样都买点啊，买点新奇。平时不买，周末买吧，我们都买了啊。你看，还买了个炸的虾。这个叶子不好吃吗？这叶子也好吃。紫苏其实我也不爱吃。看我们今天可丰盛了啊，炸的虾，那是寿司，这是鸡肉串，被撒了哈，这是牛蒡，这是一个那个便当哈，这是用什么？用魔芋，还有啊，这好不吃你就放那行了，就是用魔芋、芦笋，还有那个什么藕，胡萝卜做的，我买了个泡菜，买了炸鸡，鸡肉串，还有面条。我不知道我老公是吃这面条还是吃这东西，反正这么东西吧哈，吃吧，吃剩下来晚上就拿回家继续。我老公前两天还来薅草，这几天四天出去旅游了四五天，满地又是草，就是这个季节这雨水太云流了哈，你一不薅草就满地都是草。什么都得吃，是不是？得好好吃饭，不能挑食，对不对？哼，爸爸再不好好吃饭，你就说他啊。你看这家伙专门吃寿司上这个生鱼片啊。阿西啊。爸爸吃了锅，还给爸爸说的哈，垃圾都放这了哈。现在可听话了，知道打开了之后先拿一个给爸爸吃了，是不是哈？没有，全部弄过都没有。没有呢，是吗？昨晚刚端的，我睡得不了也没有。说你没完会还受了那家伙。你说我们回中国回两个周左右哈，十几天。你说这要小命，我们地里边。估计大米今年要是那个水稻田，它动不动就流水了，把那个水都弄没有了。那个水稻田那边如果没有水的话，那可真不咋行啊。全部能这边也都给我。没人要给送过了。反正我们家水稻田每年也卖不上钱，也不值得它挣钱。我们自己吃的水稻能挣出来行了。哎呀，这小闺女又吃樱桃吃的，又把衣服弄得通红通红的哈。两个手好好搓啊，好，把住了啊，把住，坐上去，好，把腿收起来，坐坐啊，对，就是个坐等着啊，转转，哟哈哈，这也好玩是不是啊？这都什么都不晒哟，你那家对，不晒那爸爸不晒呢。拜拜。我打算的呢，阿吉呢，希望他爸抽烟有味儿啊，让爸爸上那边去抽烟哈。对，你说哭啥呢？你拜拜，上哪去？啊，去带啊，好，我不跟着你了哈，你自己去，你在干活啊。这个花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叫剑兰。这是我也种的个花，我的妈呀，看着图片挺好看的，长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你往一个球。啥？你吃这个肚子，行了，把你放起来，别吃了，放那个小椅子上去。哎呀，吃完饭就得干活了，这大蒜我得把它整理整理啊，得分类，好的这种能放的我就留着留出来，不能放的赶快就先吃一吃它们。我老公把那个豌豆这个东西就弄上来了。他那个呢？来呢么些呢？伊拉那一头了，真不可有么那乌埃的，么他们小伙伴叫乌来旅游呢。霓虹镜啊，乌埃霓虹镜四 K 有呢，都有妈买。这豆子明年可以种点买，吃不完就卖。